有一句话就是用实力说话，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说得很好。如果我一直在玩游戏的话，那肯定自控力就不好，因为我要控制掉自己现在不能玩游戏，要去做一件就是该做的事情。今天确实没有事情，我打游戏又怎么样呢？出门做个自带派，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。他有一个模具，要不你们自己来慢慢刷啊。你们在这里一举一动，代表的是中国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在他英勇无畏精神感召下，全团官兵勇猛冲杀，一举摧毁了敌人阵地，赢得了这场以少胜多的战术。我们今天的生活，就是他们的理想。我只是想把自己做得好一点。演戏可以重来，人生不能是戏，吸毒一定没戏。我是王一博，拒绝毒品，从我做起。花儿香，鸟儿鸣，春光惹人醉，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。每个年代都有这样的青年，为了信仰的光奋勇向前。百年前面对枪林弹雨毫不退缩的是他们。